Thank you.
时间，我感觉彼此是个指甲盖灯，感觉被别人捅了好几刀，一直在捅刀子的那种疼。因为有时候指甲劈了，劈了之后又没有去美甲店，就得把它给自己给弄掉，不弄掉的话蹭到。你看我这个指甲就是劈了。到时候我就得给它撕掉。休息那些可爱的话是要冷冒香，可爱的话是要短买快，可色还是没快乐。我还是觉得还是得日常保暖，然后多穿衣服，多喝热水，可能会好一点吧。让你关注，底下关注。想的是，如果疼到不能去医院的话，那才是大事。心跳是 BGM 的。
平常的话普通的疼痛的话是可以缓解的。我其实那天有热水袋，也有暖宫贴，也开空调了，没法儿。两袋子的下耳机。
掉下来一个吃兔子肉的，吃着吃着吃出了一个猫的牙齿，发现那是猫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怎么能吃猫呢？老板真的是丧良心。吃过你的时候，这一桌子的肉都没有人吃，但是这一桌子的蔬菜都能吃的差不多快吃完，真奇怪。不是吃了会难受吗？我觉得好腻呀，尤其是外卖的那个肉，感觉它那个淀粉放多。是那种蓬松粉放多了。
节奏挺慢的，每次他们都说让我加速一点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说哥哥们大家晚安，感谢你关机放关，小酒保放关，小酒保不在，感谢有锤子屁啊、哦、对不起我没看到全飞放关，感谢所有放关辛苦啦，感谢请你放关晚安，晚安小酒保，晚安酒坊，晚安渣渣，晚安彩虹，晚安大菠萝，不要走上个火箭甲板，晚安小酒保，上个火箭见了森林们，大家晚安，晚安魂灭魂儿，晚安继续吃酸碗面包，晚安晚安，那么会放的，晚安小飞，大家晚安，晚安思阳哥哥，思阳哥哥还没有睡。明天可以上班了，是吧？